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性价比最高，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字不如表，表不如图，图不如视频。从今往后，我就是你身边的 IT 教师。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儿。我的目标是够全、够新、够精。听高老师细说 PHP。大家好，我是熊联的讲师高洛峰。大家好，我是妹子。妹子，上节课咱学了用字符串本身的处理函数来做替换，对不对？对。功能很全了已经，对吧？嗯。但是呢，只能用固定的字符或固定的字符串来做替换。如果想按模式替换，那就得用正则的处理函数，谁呀？是不是这个？对，用它来做正则替换。比如说，举个例子，是上面字符串完成不了的。假如我有一个字符串，这里边，随便来一句话吧。比如说，咱把这里边这句话拿出来，放到这个里边，没放进去。这就是一个字符串，对不对？嗯。比如说，我想强调替换两个字，我这块用 B 标签，斜杠 B 标签，是不是？然后呢，我想要这个函数颜色变成红色，怎么写啊 ？Color 等于 red， 对吧？然后斜杠 font， 是不是这样的？嗯。然后我输出这样的函数，你看有两个 str 标签，输出 str 括号。来，我们访问一下。你看替换是不是变成出体了？嗯，这个变成红色的，对不对？对。那现在我想要你做一件什么事呢？把所有文本中的 RTM 标记删除掉。所有文本中的 RTM 标记删除掉，对不对？嗯。那 RTM 标记是固定的标记吗？嗯。有 I 标记，有 U 标记，有 B 标记，对不对？嗯。比如这个我加个下划线，加个 U 标记，斜杠 U， 对不对？对吧？是不是有很多种 RTM 标记啊？对，那这种呢，把所有的 RTM 标记全去掉的话，咱们就得写一个所有的能匹配到所有 RTM 标记的这个正则表达式，嗯，然后一起替换成空，是不是就可以了？嗯，那标记呢，一般有开始有结束。咱说了，写正则表达式的时候，咱们是不是按需求去写啊？嗯，对吧？你看，有开始的这样的标记，有结束的这样标记，也就是在匹配一个 HTML。这个正则的时候，你看两头是不是标签尖括号？嗯，对吧？当然得有两个定介符，对不对？对。尖括号当然是不是得转义啊？嗯，得转义吧。然后刚开始的话，是不是有可能有斜杠开始啊？嗯，对不对？那也有的没有斜杠开始，对吧？所以呢，斜杠有没有的话，咱可以加个问号，就是可有可没有，是不是这样的？当然了，你要是正常的 RTM 标记，还有什么像尖括号、叹号、什么注释的，是不是这也是 RTM 标记？或者什么这里边 HTML 之类的，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还有叹号开始。那我这块开始字符要么以什么斜杠，要么以叹号。那我这块是不是可以要么以这个斜线？但是那斜线我是不是得转义啊？要么以叹号，叹号这块也转移一下吧，对不对？开始，然后就一个嘛，有的有可能有多个，对不对？那我这边什么用星问号？问号是不是取消它来模式？嗯，就是可有可没有，对不对？然后 RTM 标签正常的标签内容是什么？除了以这开头可有可没有的话，也就是除了尖括号，其他都可以做 RTM 标记，是不是？那我这块除了尖括号，是不是这俩是尖括号？嗯，对吧？加个这个符号什么意思？除了这个符号都可以做 RTM 标记，对不对？那用加问号，是不是至少得有一个字符啊？嗯，空的也行。那我这块用星问号，是不是也行？嗯，对吧？然后呢，不区分大小写啊，对不对？视为单行，用点，所有东西都可以匹配，是这意思吧？那我这样写出来一个，是不是就是 RTM 正则表达式的模式啊？嗯，就所有的 RTM 标签都可以符合这个模式。那既然能找到这个模式了，我只要把符合这个模式的替换成空就行了。那怎么替换？
AWSTR 新字母这等于用 STR 下，不是 STR 开头的吧？嗯。PREG 开头的 REPRACE 替换谁呢？将这个模式替换成空，看到了吗？嗯。替换成空，然后在哪个字母串里啊 ？STR 里面。这样的话，将匹配到的，如果有错误的话，当然是匹配不到，对不对？咱也验证一下有没有错误。NEWSTR 括号。如果要是替换成功的话，那第二个在输出的字符串是不是就没有那些特殊性了？没有 STR 标记的那些特殊的要求。你看，替换 A 体吗？有下划线吗？有红字字体吗？没有。那我们查看一下源代码，查看，右键查看页面源代码，我们看一下。是不是上边的 BR 之前是不是它带 STR 标记呢？嗯、下边是不是所有 STR 标记都没有了？也就是咱写的模式是正确的，对不对？嗯、所以就把 STR 边所有标记是不是就去掉了？嗯，这就是咱们第一个正常的一个功能的。对，那记不记得咱们写字符串函数的时候说过一个事儿，一个事情什么呢？是不是替换的时候我们可以干嘛？可以知道替换的次数啊？那它有没有这个参数呢？有没有这个替换的参数呢？这块咱们看一眼手册就知道了。搜索一下 PREG 下划线 REPRACE 看这函数，你看也有一个限制的，前三个参数咱刚用过，对不 对？也有一个限制的，看到了吗？嗯。那但是这个限制的是引用全参吗？不是。那它跟咱们字符串替换那个参数就不一样。字符串呢是必须传一个变量，然后替换几次之后给那个变量，咱就知道替换几次了，对不对？而正则这个数是咱们可以直接传一个咱们整数的，对吧？是告诉这个正则你去替换几次，而不是说它替换完次数告诉你。明白这意思吗？那比如说我这块只要它替换两次，是不是就这个 B 标签去掉啊？或者是比如说我写个四，只要它替换四次，那这块替换了，这块替换了， U 替换了，是不是字体红色字体内给我们留着，对吧？嗯，写个四替换四次，你看是不是前面两个没有了，红色字体留着呢？我们查看源代码看一下，是不是这两个没有了，但是 font 字体这个是不是还留着？嗯啊，所以这个的第四个参数跟我们原来字符串替换的它的第四个参数可不一样，知道吧？嗯，再保存一下。那这替换就这么简单，替换就完了吗？还没完事呢，对不对？嗯。最主要的，咱们这个替换还有一个什么非常强大的一个功能，可以在模式中把子模式取出来。模式中把子模式中取出来，什么叫模式中把子模式取出来？比如说，我这里边有HTTP 冒号 3w.baidu.com 一个网址吧，对不对？然后这块我有 HTTP 冒号 3w.lampbrother.net， 假如说我这块还有一个网址 HTTP 冒号什么是 bbs.bropp.org， 是不是三个网址？那我现在当然这也是填标签的，现在我先不管它，对吧？这两个先不做，我现在直接输出这个字符串，你看一下是不是这里边现在有什么，直接输出这个字符串，是不是这里边域名有这些啊？嗯。咱一般在网页看到带域名的是不是默认给我们加上链接了，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得匹配 URL 的那个正则表达式啊？嗯。所以我们做一个正则表达式 URL 的模式的，那 URL 咱前边是不是写过多次了？对，就是这个，是不是 URL 的？嗯，把它拿过来，好，这个是不是就 URL 的？嗯，现在我把匹配到的所有的 URL， 匹配到的所有的 URL， 你看一下，替换一下所有的 URL。如果把所有的 URL 替换成井井井井，这跟前边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后边我不指定限制次数，因为刚才已经学过那限制次数了，对不对？
我现在把所有的 URL 都换成井，是没问题的。嗯，看一下，你看下边是不是所有 URL 地方都换成井了？对，有三个地方有，对不对？嗯、现在我要的不是井，我要的是换成链接，对吧？对，那我怎么写的链接呢？看一下，换成 A H I F 等于单引号斜杠 A， 这里边比如说，新的链接，你看。我现在写这样的句子没问题，也就是我把匹配到的 URL 都换成自己写的链接，这没问题吧？对。你看新链接，新链接，新链接，是不是换链接了？这链接一点是不是跑到本地去了？嗯。但是这个链接上是不是保留原来的什么？保留原来的，是不是那个 URL 在这儿啊？对。只是 URL 可以点，对不对？嗯、那我怎么能把匹配出 URL 放这儿？那我现在固定写百度。对，3w.百度.com， 那么换成的是不是三个都是百度了？嗯，看一下，是不是换成的都是百度？嗯，是不是不对啊？嗯，就想做到什么呢？我匹配出来的是哪个，我就想换成是哪个。还记得咱们前面学正则的时候，在模式中可以用斜杠一取第一个子模式，对不对？嗯，在替换中，可以在被替换的内容中用斜杠一、斜杠二、斜杠三会获取。模式中的子模式都可以，不光是在正则表达式本身可以用什么斜杠一斜二取子模式，对不对？在替换中也可以，比如说这个使用了什么协议，我们可不可以用是不是写成第一个括号，嗯，用斜杠一，看到了吗？然后冒号两个斜线，然后什么主机用什么斜杠二，看到了吗？但是外层必须用什么什么，最好是用上单引号，不然双引号里边的斜线是不是转移啊？嗯，是吧？用斜杠一，然后冒斜杠二，是不是找第二主机？对。然后点儿斜杠三，是不是找到这个域名了？嗯，对不对？再点儿斜杠四，对吧？你看一下，我现在替换呢，是不是这样的地址了？看，是不是3w.百度有链接了 ，Lambda 有链接了？嗯。然后 BBS。点 RG 是不是又连接了，对不对？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在被替换的内容中取出什么在正则中匹配出来那个，用斜杠一。当然了，在咱们在模式中用斜杠一斜杠三，对不对？在咱们这里边还可以用什么$1$2$3$4在替换里边也可以用的，对吧？跟斜杠一斜杠二作用是一样的，你看是不是这样了，对吧？然后把两个写在一起，那链接的地址是不是跟这写法是一样的？嗯，链接到哪儿去了？是不是这个 Ctrl+C 粘过来，我只不过在链接地址里边把它改成两个都给用一下。好，是不是从子模式里取出每一部分又组合成了？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地址，刷新一下。现在鼠标放到百度上，链接地址是百度啊。嗯，放到这个上面，链接就是这个，好像这里边没有协议，是不是？看一下，百度，哎，不是斜杠一、斜杠二、斜杠三、斜杠四。HTTP 内是不是没获取到啊？改成啊，希望两个斜线实现。啊，链接里边正常显示的时候不显示，对不对？嗯。在点击的时候。点击会直接过。啊，直接可以，对不对？嗯。好，这就是我们这几个替换链接的地方，对不对？嗯。那这块替换，也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正常可以替换，然后这种方法就是在被替换的字块中用子模式获取匹配出来的内容，再组合成小文配合内容。嗯。如果大家不会这种子模式，那遇到这样的。怎么的？替换是不是就做不到了？嗯嗯，好，
那这就是我们这节课向大家介绍的一个替换的两种用法，一种传统用法，第二种就是反引用到模式中的内容，好吧？那下节课咱们继续介绍正则表达式中的替换函数。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总结能力非常差，胡乱学习，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为此，峰哥推出每天60秒语音，为你答疑解惑。加入峰哥微信公众账号，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用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连，出来一个高大威武、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点击关注，我就会天天骚扰你。